我想说怎么有钻石？我靠！买错东西，买错东西。没关系，他可回去，可回去。我刚才讲我要卖钻石，他跟买钻石给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强迫推销，强迫推销。那我冲首发哦，300秒直接去砍人哦。首发，砍人。垃圾再给你，我捡到的金苹果。好，金苹果给你，金苹果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附魔金苹果，放箱子，放箱子，放箱子。我上一了。好，今天不隐形了，你们隐形吧。六等，买一把。然后奇怪，胸甲胸甲装备，我外面在爆，我反应好会喷，我反应好会喷。没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我知道你最懂了。哼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买了两把钻剑诶，有人要剑吗？钻就合上去啊，可以合上去。哦，你说附魔合上去？没错啊。呵 ，Oh my god！ 然后差两个粉，可恶，锋利。咦呀！我一个衣服给你，保护。是了，保护。对，保护。OK。装备。我发现把友善生物的那关掉。丢药水瓶，药水瓶就没声音了。所以它是，哦，对，所以药水是，它是友善的，对。投射物保护，哎，哇！我们中间现在是没人，中间他们三个。好，小黑，你手上那个是宝，不是风二吗？风二，对。啊，要把你叠上去。三个在中间，没关系，两把风二 OK。好好，你也可以战斗啊！有要去，我先去中间哦，我先去中间。好，我来呀，跟三百了，我要挖了。好，好，三个在我这，三个在我这，我尽量勾引。我也去，哦，他们走，他们走。第一波，水，好快啊！小帮手情侣，哎呀，走反边了。情侣，你们在哪里？哎，拿去 ，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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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30个，嘿嘿。左边杰克，没关系，让他不要回来就好了。好坏啊！小雨是坏蛋。小雨是，哎，看到了，团团来了来了。食物上了，看到有栗子。哎，我们守护者，我们叫我们叫守护者，守护者，守护者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救不到，救不到。哦，哎，哇，你们想试试看啊？谁跟谁？繁星跟哈基。哎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烂呢、欸。作者吗？作者啦，不是你啊。作者怎么了？在发呆，没有保护到啊。发呆保护什么意思？作者在发呆，没有保护到东西。他没有打到人。哦哦，你说招出来的作者是不是？嗯、对啊。你以为是地图作者吗？那个星辰可以干嘛、啊？换不知道。我捡了一些，然后没再捡到一张啦，是可以换东西。我换了拳头的保护衣的铁装。啊，变成火药了。好像我也有，吓死我了。想象想象，上面有一只。哎，小帮手下去了。好，剩那个杰克。那我们回去了。打苦力炮喽！打苦力炮喽！没有换斧头。哎，前进前进前进。前进前进，到了后面去，到了后面去，被可以，都解决都解决，打苦力炮喽，走喽，来换那个羊毛，好，好，嗯，这个打掉，因为你不，我守他们一塔，应该换剪刀就可以把这些剪掉，哎，一塔打掉了吗？还没，一塔掉了，一塔他们一塔掉了，一塔掉了，那这也是一塔吗？对对对，我只是看他们有没有传送过来直接砍。有一点迷路，对对对，抱歉。路完成，路完成，你跟鱼人往前往前往前去，去二塔，去二塔。来了来了，小小雨了，小雨在这，小雨在，小雨在，小雨在。好，哎，小雨小雨直接打，好，直接打，直接打。哎，加油啊！打加油，打加油，打加油。我吃个，我回个血，我回个血。好，直接砍，直接砍，直接砍，砍砍砍砍砍砍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砍掉，砍掉了。水啦！让脚掉下来，直接掉下去。那个再扑，继续扑，先继续扑，没关系。
在乎在乎、哎、有隐形的、啊、有隐形啊，没有，他们的隐形闪过来，我们的我们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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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喂掉喂掉了，铺路光掉了，铺路光掉了，喂，我损失11个哎、欸，哇哇，你也太会损了吧，你是损失多少钱？一个，我在这个我死了。凭什么？这掉太多了吧？你可能帮我掉了一些。十一，我的武器什么全都没了。我只掉了一个胸甲而已。来轻一点吧。我还在山塔这边啊。好好好。我是有个想法啦。哎，请说。我们要过个超快速的，就是你们打二塔快打死的时候，然后我在他们的那个最后一只苦力帮里面先等好，我先隐形过去等好。要不要我们二塔已经掉了，现在他们剩下剩最后一塔了、啊、已经掉最后一塔了。对，你的想法让我刚刚其实很疑惑。已经这样了，对啊，他们剩最后一塔了，想要隐身了、啊、然后我想要隐身过去看看，我还在三塔这儿，可以偷摸，可以偷摸啊，我都损失那么多了，我要偷摸。好啦，我在这边看风景。哎、欸，在动了，在动了，在动了，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左边左边，对，另外一边，保护保护，哎，你干嘛？过来啊，个 idea， 过来，然后这好缺钱啊，武器武器武器，十发，这里隐形是哪一个？隐形这奇怪，哦，奇怪，看到了看到了，你们有人要过来吗？哇，好贵哦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三塔，二塔，二塔，一二。哎、欸，他在橘色羊毛上了，我看得到橘色羊毛那里。哎、欸，好，你慢慢玩。这里吗？是在我这边。小雨在这里啦，你们找小雨吗？没有啊，隐形兵哎、欸，隐形兵有点、啊。他回来了吧？我刚路上遇到他。不是哦，觉得不是。哦，不是吗？奸商又出现了。好，这样团团吧，不然就团团。他刚刚有隐身。那个降儿也隐身、欸，要不要？守下二塔。对啊，他就是不敢叠啊。因为我们到他们家里，是不是也还没叠到啊？还没叠到，叠到一半而已。叠一半吧。看可不可以叠一下、啊欸。他今天要回来，他今天要啊，你还在打？看一下。对，还在打。好。嘿小。然后我需要弩，对，我需要弩。去喽。对，好，还要拿那个弓，隐形石、哦。好，又搞了，又搞了，又搞了。这个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好，准备好了。行，小雨，我先吃个苹果。好，你吃。呵，哎 ，Ender Horse 是跟谁买啊？那个商人，天商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中毒啊！这个中，哎，中毒，现行了，都现行了。哎，团团，可恶！我刚刚上一场要去的时候，要过去，第一次是拿到金苹果，第二次是拿到暴风雪，那一直回来，真的是这个毒也太痛了吧！超痛！我靠！哎，团团，死了！看一下，慢一点，你看，有人也要过去吗？好，那我们过去啊。家里你要隐形吗？看一下。嗯。家里的苦力怕有扶起来吗？有啊。喂，好。我忘了换武器。酱油不要跑！中间有人吗？我不在啊，我不在啊。不在。我秀。酱油不要跑！我秀，我秀。六个人。哎、欸，彩蛋重置。不是，我去拿。哎呀，损失一件，还好。为什么彩蛋箱重置多这么多、啊？对，它重置会多很多。原本四颗变六颗，也太多了。加倍给你。哇、哦，十二颗。想说有没有轮一起冲？等一下，我再拿彩蛋箱。我在。所以在前面嘛。等一下，有个隐形从我们家走过去了。我们情侣是谁啊？这里。他手拿着东西，这个，你就跟着追，跟着追，往前射。哎，嗯，过去了，中了。
我来着，边缘人，奸商，喂，奸商都被他们买光了、欸，那 Ender Pearl， 这里有人，有人，好的，在橘色这边的，那我知道，红绿灯，他们来了，红绿灯，红绿灯。哇，头痛哦！坏人，痛死人！快，好了，我自己隐形走。有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筋酸了啊！哇，你们怎么过去？哇，你们跑酷过去的、哦？啊，没有，那有传送啊，我们直接传送到中间。啊，对哦，星辰，我又可以传送，可以传送啊。他们家有那个啦，哦，作者，哎，我身上有剑矢，不过应该看不到。你是死掉之后的剑矢吗？杰克没看到，对。杰克跑去了。那种星辰我捡起来怎么变成一般的东西啊？他捡起来变火药。哦，彩蛋箱。你们要留人手吗？还是？我在手。你在哪里？嗯，我回去买吃的，很饿。OK。黑夜降临。那我去前面。小心，又炸了，又炸了，有碰死人了啊！隐形没了哦。啊，他们拿弓，拿弩。是。喂，消除。还有团。哦。还有杰克也在打劫啊！我死了。直接落雷，要直接落雷，好。哎，我在打他们家的苦力怕，打一半也没有，应该拿伤害了，好可惜哦。嗯。有没有那个啊武器？我等一下可以隐形过去打。武器，我也把封闭了，就隐形了。我的封闭了，巧克力做封闭了，要不要？没了。好啊。不用，我觉得我给好了。不过隐形一趟其实蛮花钱的。哎呦，那对，我刚刚那些血都是用那个雷电剑。看一下，直接雷爆他。裤子。因为我给巧克力了，反正我都在后面。杰克在我们一塔哦。什么东西？杰克小雨在我们一塔哦，有人吃醋哦。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中间的资源有没有就是都是我们的啊？没有，他们站在前面。嗯，现在在前线。哎，快点，他们要来二塔，他们两个人来了。火色五宝，所以我们前线很穷。嗯，哇靠！啊，那我打人。这里保护，好，我跟团，保护，为什么都绕过？还有那个他们冲一波，冲一波，就是二塔嘛，对，哇，二塔，不用怕，不小心药水掉了，还有一个，我下不去，哈，被我堵起来了吧？你好坏哟、哦！我看到那一幕，真的啊，快笑死！伤人缺货，捡到一个隐身药。谁要隐身药水？我刚好捡到一个，你可以放我的家里。好，刚好遇到，给你。那我，我们现在是有一点尴尬，僵卓。对，哎，伤人。出来！有伤回来，伤回来！村民回国，这里七块钱，七块。想办法去他们家里哦。这个风力，然后等，叠个风力。好，因为我们中间的钱都没有的话，比较缺啊。嗯，先收起来。中间是那个小雨、小三。力量，对，这样子会卡到力量爆发。力量爆发，我的微笑。消一掉，消一掉。中间现在我在啊，所以有人可以好一直来拿钱，没关系。我先去，去啊，放个钻胸。我去吗？我喊你再回来就好了。好。有没有什么快速回家的方式？直接跳吗？还是？对，直接跳。直接跳。跳吧。就是直接跳。有人隐形过去哦，有隐形过去哦。不用怕啦，我这边。他被炸出来了。我直接被炸死啊！什么东西啊？玩游戏。是了，
同样死了，同样死了。喂，他们有些莫名。他们有那个作者，小心。啊、好好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去买剑士。哦，通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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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。赌神，赌神出现，赌神又来了、欸。为什么一直那个啊？他电到自己的那个哎、欸。打雷哦。可怜的小丹。嗯。前线有人吗？就那样。小丹是，他是那个。他们有两个弓箭手，他们两个弓箭手。你们小丹是不是那个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、啊。我刚打一下没反应，然后放开盾他就打我了，超诡异的。他会。被打一下，他会停顿一下。没有，他我完全没有打到他，就是我是他已经预判好你了啦。居然是这样子，什么东西抓你抓很久了，太厉害了吧？这个他们都在塔那边哦，一塔前面。对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走错路，走错路。我们看有没有人要隐形去冲冲看啊？杰克在底下，杰克在底下。过来，臭臭的，过来。哦，我被劈，哦，劈了升半格，我被劈到升半格，然后被砍到。哎，哎呦，解决他，解决他了，没事没事。